那是赏樱时间啊。樱花在哪？那是肉粽吗？可能在别的树上。我们你又骗人，说今天要带我赏樱，樱花在哪？我们走走啊，看看啊。我们来这个庙祈福啊，对不对？你居然这边没有樱花？有啦，相信我。这个塔很中式风格哎，因为有人坐到那个塔里面。什么东西啊？这也不错吧？一个小花海。那所以现在要去哪里？看海。这样是要看什么海？你从4年前就带我来这里，他妈4年后一样带我来这。这是我私藏景点，高雄景点，厚重哎，可以看海哎，这怎么看？车上看啊，就是要看什么？看雾哦，这边啊，你看，看到海了吗？好哎，你讲这种话，你都不会害羞。看一下山水啊，像大太阳什么意思啊？我们现在要回家了，现在什么意思？现在什么意思？你笑什么？就是他在恭迎我们快乐回家。